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孔老夫子说他一生讲学，述而不作。释迦牟尼佛49年教化众生，也是说述而不作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所讲的这些道理，都是过去代代相传下来，没有自己的创建。今天一般世间人常讲的创造，孔老夫子没有创造，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创造。孔老夫子所说的，他说是过去皇帝夏商周、文武周公沉船下来的。释迦牟尼佛讲是过去古佛代代相传下来的，决定不是自己创造的。那我们要问，那这些道理到底是谁创造的呢？没有人创造，实在讲是从自性里面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。谁的自性？是我们自己的自性。决定不是创造的。大乘经上常讲，自性本具智慧德能，由此可知，世出世间的大圣，跟我们所说的，全是自性自然的流露。佛家讲，法尔如是。一丝毫的创意都没有。这个才是真的。说是你创造的，那是假的。你创造是你的，不是自性。自性本具，自性是虚空法界。一切众生共同的本体，所以说你的创造自然不是一切众生的共有的离体，那就不是真的了。现在人这个创造的念头很浓啊，这是迷，这是分别，是妄想，是执着。从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里面流出来的东西，是违背自性的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创造的念头，就迷了，就已经错了。这个错误不但给自己带来了灾害，也给社会大众一切众生带来无穷的灾害。
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，我们要多想想，要冷静地去观察，这才能明白。如佛教给我们要遵循道本，道本是什么？就大道之根本。就是一念心性，一念心性之体就是相，一念心性的作用就是中啊。所以大道之体之本呢，忠孝而已。要我们起心动念要遵循根本，这是世出世间圣人啊，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心性。教我们追远天命，什么叫天命？天就是自然的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原来天命两个字啊，就是随顺自然呐，自然的原则就是天命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天命啊。效法自然，随顺自然，这就是最健康的，最幸福的，最美满的。人不分贫富，不分贵贱，懂得随顺自然生活，懂得随顺自然工作，随顺自然处事，这个人就是圣人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凡夫完全违背了自然，我们今天讲的破坏自然环境啊，人生两只腿是走路的，走路是自然的，坐车就不自然了，就违背了自然了。所以常常坐车到老的时候两条腿不能走动了，麻痹了，这就生病了。为什么乡村里面的老农那么健康那么长寿呢？他随顺自然。住在都市里面人样样啊享受科技文明，完全违背自然，什么毛病啊都出生了。
这个里面道理太深了，四相太繁杂了，我们多多想想。我说的这些话，正是现在这个世界上灾难的根源，是我们完全违背了自然的生活，破坏了自然的环境。这个是人类自作所以，果报还是自受啊。怎么样自救呢？这些圣贤人教给我们，上通天智啊，我们想想，天神、上帝、佛菩萨之智是什么？以中国话来说，全在忠孝有悌。大圣大贤，他们的心是纯孝之心。孝这个字在前面跟诸位讲过，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，我们平常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面，文字是符号，这个符号的含义是虚空法界是一个整体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这个孝是表这个意思。大乘经里面讲我，有真我。我们现在一般人讲我这个概念是错误的，所以佛说无我。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佛给我们讲的。如果你明心见性了，有我，有常乐我净的，有真我。真我不是这一个身的，真我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那是真我。我们现在认为自己这个身是我，搞错了。这个身只是虚空法界的一微尘而已啊！把一微尘认作我，把虚空法界给忘掉了。楞严经上佛有个比喻，比喻的很好，他比如大海，个大海是我，可是大海里头起个小水泡。你误会，把水泡认为是我，把大海忘掉了。所以凡夫不知道有法身，修行人不能证得法身，原因在此地。明心见性的人，他觉悟了，
他认得了，啊，知道一切众生是我，于是起心动念呢，当然是为一切众生。啊，自私自利的念头啊，完全断绝干净了。啊，这个是佛菩萨跟我们凡夫在基本的认识上就不相同。啊，人家那是真的，啊，事实真相，我们完全堕落在妄想里面。啊，从妄想起分别起执着。啊，纯正的认知，那就是智慧。这个智慧是自信本具的，不是从外面来的。以这个认知起作用，孝悌忠信，人民爱我。这都是随顺自然，没有一丝毫的造作。凡夫迷得太久了，无始劫来就迷失了自信。过的是什么日子？随顺自己的烦恼，随顺自己的妄想，随顺自己的习气，把原本一真法界转变成十法界，转变成六道轮回，转变成三恶道。我们今天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如果我们看清楚看明白了，我们今天过的是三恶道的日子。畜生恶鬼地狱啊，不要看到哦，像个人的身体，像个人的样子，他的思想、言行、生活，全是恶鬼畜生地狱。谁知道啊？佛菩萨知道啊，明白人看得很清楚啊。三恶道是什么样子？贪嗔痴是三恶道啊！坚固的执着，贪名闻利养，贪五欲六尘，这是鬼呀！他的生活是鬼道的生活啊！小不如意，嗔恚心就升起了，嫉妒障碍别人，那是地狱的生活。是非不明，正邪不变，不能亲近善知识，天天跟邪知识，佛经里面讲的邪思恶友，跟这些人亲近往来，这是愚痴啊，畜生的生活。我们想想多可怕。我们自己要时时刻刻反省，
不要去看别人，反省自己过的是什么生活。如果你过的是人生活，无戒是善，圆满了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决定与无戒是善相应。决定与孝悌忠信相应。我们孝亲尊师，父母亲在，时时关怀照顾；父母亲不在，要常常念父母的恩德。自己好好的修学，佛家讲以此功德回向给父母。什么功德呢？穿衣吃饭都是功德，起心动念都是功德，不敢起一个恶念，不敢打一个妄想，起一个恶念，打个妄想，做一桩错事，对不起父母。这是真的回向啊，不是说我每天念多少佛号，念多少卷经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父母，父母什么都得不到。为什么呢？那个佛号念经是有口无心，真实的功德是你的生活与佛的教诲、与圣人的教诲相应，那叫功德，那个功德可以回向啊。所以真实的功德是在你起心动念，在你言语造作，以纯善的心，纯是爱人的心，纯是帮助别人呢破迷开悟的心行，完全落实在自己生活里面、工作里面，这个是真实功德。这个功德回向才有用处。这个是真正的孝顺父母，念念不忘啊！父母往生了，这个功德可以帮助他高升品位。父母不幸在卧道，这种功德可以帮助他超生，这是真正的超度啊！不是请几个和尚道士念经就能超度得了的，那是迷信的。完全在自己实际上的心行。诸位也许念过谭虚法师的隐尘回忆录，谭老记载他那个朋友刘居士，八载寒窗多冷言，你看看他怎么超度他的家亲眷属的，他怎么超度冤亲债主的，没有任何形式，完全靠自己的德行啊。起心动念，生活行为如佛所教，学佛所行呢，这个叫孝养父母，尊敬师长，友爱兄弟，能够尊重一切众生，爱护一切众生，
无条件的、无私的、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只有这么一个心，只有这么一个念头啊！这个念头，这个心叫天智。 在佛法里面讲，是佛的愿。诸位想想，我们最近在这边讲《无量寿经》，正好讲到48愿，愿愿都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吧？离苦得乐是个总愿呐。 但是，离苦得乐是果，果必有因。要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先要教他修因。因是什么？破迷开悟。苦是迷，从迷里头来的；乐是从悟里面来的。 破迷就离苦了，开悟就得乐了。所以，世出世间的大圣人，他们一生都是从事于教学的工作，教学是直接帮助众生。 破迷开悟，其他的这些行业都是属于间接的，教学是直接的，不但教导，还要做出榜样给人看。 希望大家呢看到他自己这个形象，听到他的言论，教诲觉悟，明白，效法圣贤，向佛菩萨学习。 这才能得到真实的果报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尤其我们处在这个世纪末。 灾难频繁，灾难也相当严重，怎样消灾免难？怎样自度度他？全在明了宇宙人生真相，彻底回头，回头是岸。 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了。东西方所有的预言，说了许许多多可能发生的灾难，幕后的结论都解得好。 预言的目的，不是警告你灾难要来临了，是让你了解有这些可能事情发生，我们从心理上做一个转变。
赶紧回头，断恶修善。灾难到底有没有，决定在我们自己一念之间，不是决定在外界，决定在自己。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，贪心招来的水灾啊，楞严经上说的嗔恚火灾啊，愚痴风灾啊，功高我慢地震啊。如果我们从内心里面熄灭贪嗔痴，对人对物，我们学谦虚忍让，这个灾难就没有了。四禅天人为什么没有水火风大三灾呢？他贪嗔痴完全扶住了。所以人是有很有福报的人，居住的地方福地，我们听佛说了，应当觉悟，应当明了啊！我们真正从内心里面熄灭贪嗔痴慢，以一片慈悲出世待人久，昨天我讲经劝大家学佛菩萨，佛菩萨用什么眼光看人？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，那是真的。我们看一切众生都是凡夫，都是恶人，是错误的。我们看错了，佛菩萨看得正确。可是一般人听到我这个话持相反的意见，佛菩萨看错了，我们看得正确。那个人明明那个是好人，那是坏人吗？怎么佛菩萨好坏都不分呢？实际上佛菩萨看得正确，我们看错了。这个道理很深呐，要好好想想，改正我们错误的观念，改正我们错误的行为，受人滴水之恩呐，永远怀念，永远不忘啊。人家给我们有什么过不去，你这个绝不能记在心里，把它忘记得干干净净。决定不落印象，你才有条件学佛，才有资格做佛。忘恩负义常常记住这个人对不起我，那个人对不起我，这个人决定堕三途。天天诵经念佛还是要堕三途，清朝初年灌顶法师就是这个家法他讲的一点都不错希望我们汲取，我们认真努力学习。
啊，赶快回头，啊，消灾免难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